这边是一家废弃的汽车旅馆，我相信很多隔节都有入住汽车旅馆的经验。哦，那每次入住汽车旅馆，我相信现场的阿基都会心里想说：完蛋了，那个早泄呢，要早泄。但是不是我，隔节跟我没关系。这家废弃旅馆为什么会废弃呢？它已经废弃了十几年的时间，为什么会废弃？传闻有一个女生在这边，因为跟男生吵架，一气之下跑来入住这家汽车旅馆。那这个女生呢，越住越伤心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男生跟这个女主角提了分手。那这个时候，那个女主角就希望小鸡为她唱一首分手快乐，祝你快乐，今天没开冷气，非常热。可见是我乱拍的。那一提分手呢，那这个女生就从家里离家出走，然后入住到这家汽车旅馆。那这个很不幸的这个女生经不起这个分手的打击，然后她就在这家去汽车旅馆入住嘛。住着住着住着，到半夜时分的时候，这家汽车旅馆有很多都有八爪鱼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哥姐喜欢在里面看妇产科吧，我也不知道有八爪鱼。哥姐，我相信现在的阿纪有做过八爪鱼的经验。哥姐，你们喜欢去汽车旅馆看妇产科吗？对不对？不要开玩笑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都有做过那八爪鱼啊。你要做可以，我没有说不行，但是我希望哥姐你要做之前，可不可以找我一下？不是，我说，今天会遇到什么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呢？前进。为什么一怒前年的就是一张椅子？难道说这张椅子在等候嘉宾的来袭？不会吧？难道说我就是你那个人的神秘的嘉宾吗？对不对？不要开玩笑，这椅子坐在这边，挡我路嘛！不要挡路嘛，对不对？不要开玩笑。哇，不甘愿嘞，可见他在给我爹跳街舞的坚定呐、啊，可见他跳街舞嘞，爹会不会挨骂？椅子活生生的套路真的是对我不敬，大不敬！哎，可是他东西都清出来嘞，对不对？我奥多派，奥多派受灾啦！这些奥多派受灾啦！他东西都清出来了呢。哟，看里面有声音呢，有了吗？这边应该是车库，哎，真的车库哎，吱吱啦，哥姐，叽叽啦，叽叽啦，叽叽咚咚，叽叽咚咚咚啦。哇，他这边好像是非常简陋的汽车旅馆。进入车库，请先洗我，以免二氧化碳中毒啊。哥姐，这个贴心洗醒是非常的贴心的、啊，让我不知觉，让我觉得甚感欣慰。对对，这什么东西？舒筋络。这书哪边的筋？可见这书哪边的筋？一条根那个筋啊！可见我觉得一条根这个金门一条根，你们知道吗？当然知道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一条根这个名字有点猥亵。哎，这个是汽车旅馆不是吗？为什么他汽车旅馆有住这个飞楼？可见我跟你讲，一样老话题，现在小鸡的能力真的是。越挫越勇啊！像哥姐，我跟你讲，你老公要锻炼一下，你看。哎呀，你出来的东西咱都是泡泡啦，靠北啊！你是都没吃马卡龙啊？哥姐，汽车旅馆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这种换洗东西，而且还有牙刷呢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汽车旅馆竟然有这么多的……哎呦，靠！哥姐怎么莲花指、羊泡沙啦？对不对？其实有很多那么多支牙刷，而且还有这个呢。哎，这个是，明星花露水。可是明星花露水是什么东西？因为小鸡还小，我爱洗金拉拉嘛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可是你们有知道了吗？我看这个。应该是隔间，你们都知道说，对对。我觉得非常的好奇啊，为什么汽车旅馆会有那种一般家用的那种？你看，这很多都家用的东西呢，所以应该不是这一间呐、啊。
应该是没拍到了，应该是没拍到了，应该没拍到。可是为什么这边有鉴宝卡、啊？可是你不觉得很好奇吗？对不对？九十一年现在几岁了？现在几岁？现在100哦，十岁而已呢。对不对？怎么到处丢啊？你们对不对？怎么都到处丢？操你那些投篮噻！怎么全部都到处丢？这个小姐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这个是你的东西是不是？这是不是你的东西？老实跟我讲，我这是他的眼镜啊，对不对？你那个那些东西都不好好收起来，等一下我全部赶回家哦。哦，你这样子要重新买哦。你那是不是都华尔兹的？不是华尔兹啦，华哥啦，考爷啊，对不对？哇，那他应该是单身哦，对不对？诶，哦，这个是照片啦，他们的照片在这啦，所以他旁边应该是他老公啦，对不对？那个女生，他旁边应该是他老公啦。啊，算了，那我就不带回家了，怕被误会，对不对？这什么东西？啊，靠背啊！哎，这个是船票哎，是船票哎，你看。要拍吗？这个是船票哎，你看，船票哎，那船票上该告什么的？告这个的啦，妨碍性自主。不会吧？你们两个不是情侣，怎么告了妨碍性自主？对不对？哥姐，我跟你讲啦，这个男生竟然被告妨碍性自主，我操你妈！小鸡最熟悉的船票，你才最熟悉了，哥姐超伟大，这个谁？豪哲哥，超灵丹，你每天被告了，高压了，我那是最熟悉的，怎么折了呢？对不对？不知道那女生还在不在？可是这边。这栋房间我觉得很怪啦，因为都是当时他们留下来的东西，而且这个完全是不像就是汽车旅馆，完全就是像住家这样子，我觉得怪怪的。而且今天这种气氛感，我感觉怪怪的，说不上来的沉重啊，不知道是不是我拖着八公斤的感觉，但是没道理啊，我习惯了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不知道那个女生还在不在哦，对不对？哥姐觉得那个女生还在的，哥姐打在不在打不在。胡兰吗？你看，全部都是，你看这个厕所，全部，你看厕所全部都是家用的东西，它全部都家用的东西呢，它完全就是不是汽车旅馆呢，哇靠！哎，这个是家用的吧？还有娃娃。感觉像是被囚禁的，对，加罗姐我也觉得呢。他那个男生告那个女生告他妨碍性自主，然后被啪康之后，被警察抓到，他是被囚禁的地方。所以那个女生是不是被关在这边？那个女生被关在这边之后，她都常常在那边唱一首歌：我就像是那被囚禁的鸟，我就像你昂在被囚禁的鸟叫。等一下，不是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这汽车旅馆怎么会有住家的东西？哥姐，我跟你讲，他应该是我唯一的判断就是说，这家汽车旅馆可能是这夫妻开的。然后呢，为什么这女生告那个男的妨碍性自主呢？就是因为这个女生每天，因为她对面就是全部是汽车旅馆，对不对？这个女生每天都听到对面。常常在唱交响乐，你知道，因为他们一家人住这边嘛，对面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嘛，所以对面就常常很多人来这边弹交响乐，就有时候会那种高低音起伏那种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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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对？有可能，然后那女生情不自禁一下就告了他，这什么时候？108年呢？
这飞机不到五年了，飞机两年多耶。这飞机没多久啊，我操，这是新点呢。真的啦，可是要是我住在汽车旅馆哦，每天听到这种交响乐，我操林带啊，每天不给我，我跟你讲，我还不看到我都会怕，我告诉你，每天都听到这种声音。你看一排过去有没有，全部都汽车旅馆，然后那一家人都住在这边。我跟你讲，我住在这边每天都听到那边唱交响乐啊，我都是敲门说又可以报队嘛，对不对？靠腰。不简单啊，哥姐。这什么东西？秘密啊。哦，这个牌叫秘密啊。秘密啊。哥姐，真的是，这是你我的秘密哦。我结扎了，这个我用不到，对不对？这个给哥姐你们要，对不对？这个我用不到，这个秘密就留，哥姐这个秘密就留给你们。这是你家我的秘密啊！这好像二楼哎，有人吗？怎么会塌掉啊？我猜猜看。哦，上来是不会塌了，艾博上来应该会塌了。你知道为什么艾博上来会塌吗？因为我不住的他放下也罢。有了吗？看，我觉得有股臭味嘞，看有股味道，看真的很臭。这个地板都，因为这边是小木屋，我怕从二楼走到一楼哎，超危险的。而且哥姐，你看这艺术斜斜的，真的艺术斜斜的，有看出来吗？好，我知道你看不出来，没关系。它这边有点臭哎，那个味道来了。哎呦，屌你啊！我操，我他妈不要吱声了，算了，哥姐，我不要进去了啦。不要进去了啊！这一我看休息三小时600而已。格局是拿你们没办法，你们怎么这么有经验呢？对不对？这个噻，这是啥？这是斯巴萨姐嘛，对不对？是八写错，是八十二姐错，会让你英文名字取个好念一点。十八十二姐，我就有点难念，对不对？这个十八十二姐，我跟你讲啦，十八十二啦，十八十二姐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地方休息600块呢，这个就是你男朋友的问题了。你一定是有来这种 level 的等级的汽车旅馆休息过，不然怎么知道它的价格？对不对？像艾博，我都跟艾博去哪边，你知道吗？真的不是我在盖的啦，哥姐，我还是要有胸膛啦，带女朋友出去嗨。操林呆，这个苏巴萨姐当然没有带他是来600块的地方啦、啊。下季下季咋不让民众力下尿尿啊？苏巴萨姐这个 TSU 姐呢的男朋友有没有在线上？不是要我骂呢，对不对？带女朋友出去，我跟你讲，还是要抬起胸部嘛。你知道我像我带艾博都去哪个家汽车旅馆吗？土地公庙。靠腰了，靠腰了，什么土地公庙啊？靠。你是要演 life 的给土地公爷爷看是不是？不要塞鲁了，对不对？你干脆要不要说大安森林公园？土地公庙也讲出来，哎呦，我操，每都是会塌掉了。土地公庙那是很多游民哥哥睡的地方。欸、有人吗？欸，干我腰嘞！欸，我看到一个男生欸，靠背他全裸，他该不会有人在那边打野炮吧？那个窗户，我看到一个男生，然后上半身全裸，在那个窗户。有人吗？可是我讲真的啦，有个上半身全裸的这个窗户啦，
突然好像又没电了。欸，有人在吗？而且你看，哥姐，你看一下，怎么可能？欸，哥姐，你们看，怎么可能？汽车旅馆有婴儿座椅？不会吧？你来汽车旅馆休息，你是马上做完，马上孩子出生直接坐婴儿座椅吗？有这么效率这么好的吗？那是哪个女生我也要，不是我说，怎么可能？马上干，马上要，直接买婴儿座椅，马上干，马上出生，马上坐，马上学走路，怎么可能？该不是那前面那个全裸的男生吧？真的啦，你们自己看，有全裸的男生在那边走，有看到？全裸的男生，真的啦，全裸，你们看到？我操林呆啊，这谁？丁老师，错几的？我想说谁全裸？错塞！不好意思啊，误会一场，不好意思，拍手拍手拍手。好，各位不好意思，误会一场，我吓死我。我想说怎么个上半身全裸的？原来是个，这谁？这谁？这个会不会被黄标啊？应该不会吧？对不对？一点都没吓惊啊！哎呦哎呦，我操！哥姐，我罗纳度啊！干嘛你砍这个啊？哥姐厉不厉害？我就跟你讲嘛，你不要在我前面全裸，女生就算了，女生我带回家，你男生在我前面全裸，我就没话题嘞，对不对？哥姐，干嘛他的头开这边？不简单哦，你给我开这边好好分析，对不对？有一踢就中，这什么时候放的？靠背，我听到一个，干我卡了，一九年的，哎，还真有二楼呢。无聊吗？哎呦，我操，回答啊！哥姐，叫你老公不要这样飞，好不好？吓死我！我想说，好像不是这间的，不是这间呐，不是这间，不是这间，没有那感觉啊。其实小鸡是麻瓜啊，我感觉不到任何东西。只是隔天我跟你讲，一开始我探险的时候，真的感应不到任何东西，就是没什么 feel。然后是大概探险一年多，我就可以感觉到就是。如果有东西即将要现形给你看的时候，你就会闻到一股味道，就怪怪的味道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。他这边汽车旅馆是一间一间的，而且汽车旅馆不是一间一间，难道是一颗一颗的往里面塞了，对不对？他东西都搬出来了，这边还有一间，我们去看一下。有一间，那是哪一间？还是有？Lucky，Lucky， 我们 Lucky 卡哇伊，哥姐，这不简单呢、啊！这家汽车旅馆竟然有请妇产科医师来兼职啊，对不对？哥姐，我跟你讲，这是哪边？哎，这是哪里啊？哦，这是外面那个地方，这边是车库啊，对不对？哥姐，我们来真心话大冒险。先上哥姐有坐过这张椅子的哥姐，有的哥姐打有，有的哥姐说爱心，有坐过类似这种椅子的哥姐，有的说爱心啊，不简单啊，对不对？一开始以为哥姐，我讲真的啦，这八爪这个，我真的一开始以为哈，小鸡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是这样子的。哥姐超伟大，我想说奇怪，来个汽车旅馆睡觉，超灵呆，来这边睡觉就算，还在那边来这边练体操啊！哥姐练到你看见我发型，你看到我发型，超灵呆看我的。不简单哦，其实我说真的，我没有遇过这种东西啊。小鸡探险的时候倒是遇到不少。其实，哥姐，我讲真的哈、哦，八爪鱼其实我说真的啦，我讲句实在话，
你去住汽车旅馆的时候，八爪鱼真的是看机会啊，看运气。对，有时候住到的时候就没有八爪鱼，有时候有就有。你看我们逛了每一间都没有，只有这间有。难不成这一间是哥姐来的吗？真的啊，每次想去住都没有。不是我说，怎么可能？对不对？我是正人君子，好不好？靠腰，我欠你钱噻，脸色那么难看，对不对？而且格姐，你看他这家具全部清出来了呢。你看，你看，难怪刚刚有格姐说这三个小时600块。你看，连电视都用这种的，超灵丹也不简单哦。这边就是一样的啦，这两间连在一起的，跟刚刚那间差不多。而且我想，大部分汽车旅馆都是一楼做车库，二楼是那个，二楼才是房间的。但他这边一楼就是车库，二楼就是一楼还是房间。其实这样独立的也比较好啊，因为小鸡本身的功力就可以很大声，你知道？不是我说，怎么可能？然后呢，有个女生呢，因为跟男朋友吵架吧，然后女生其实脑波比较弱，你知道吗？跟男生吵架都会。就是比较想很多，比较细心啊，那想很多想很多，然后就久久无法自拔。那像我都可以拔，但是女生有时候不就久久无法自拔，然后就选择在这间心中一间房间，就是那个，哎呀，比较详情的那个介绍我打在来那个群发里面，我不太能讲啊。我靠，这边有人开过的呢。这什么东西？哎，这有人开过的呢！靠，要这种地方有人开过还来？超会他哥姐，这种吹风机超烂，你要按着它才会动，你知道吗？操林丹的哥姐，对不对？真的啦，那种吹风机按着它才会动，而且风又小，是不是？每次吹那个风机超灵，要吹好久。无聊吗？还是有聊吗？他们是一间。靠北啊，那是应该是二楼哎，应该有楼梯呢。稍微他是谁先到？8007。靠北啊！这间呢？哎，有聊吗？哎呀，好恐怖的感觉哦！楼上有人吗？拍谁？我拍鸭皮呢。你看，为什么其他没有？你看，为什么其他只有是一楼，然后只有二楼？其他全部都是一楼。五郎吗？跟他声音哪里出来的？搞起鸡皮疙瘩，鸡皮疙瘩。他以为他三太子啊，马上盖他们就是变，马上变大哦，哪吒，封神榜不是那个哪吒怀孕，马上变大人吗？你们上去，看在里面是不是啊？
隔天有听到那个，我觉得是婴儿的哭声哎，但我真的起鸡皮疙瘩，而且那里面超臭的，有那个味道，我靠近就有那个，跟那腐烂的味道。隔天有刚才有听到婴儿的哭声，哪有？哎，刷一星，那是婴儿的哭声，那不是小朋友哭声，婴儿跟小朋友隔天认不出来噻。最新的弄的呢？什么东西？这个塌掉了呢？这塌掉了呢？好像有人走路呢。五郎吗？刚才我怎么听到？我听到人走路哎。拍谁哦？打扰一下，你在上面走吗？如果你是在上面走的话，你出声音好不好？可以吗？球丢下来，哎，靠背嘞！婴儿的哭声在玩球。刚刚我听到脚步声，是这个球的声音吗？球滚下，我听到有人在走路的声音。这种声音，这我他的。那哥姐，你们说是球滚下来，是吗？干，真的这个声音啊！五郎啊！楼上，楼上。小孩子的哭声哦，球滚下来。我跟你讲，那球这不可能是巧合。可是你说要多巧合，这怎么可能那么巧？巧克力的巧合，不要开玩笑，还是巧克力盒。不好意思哦。哥哥不是来害你的，我是、哦、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那个啦。哥姐，应该这个故事是女生啊，怎么会是小孩子啊？靠北，该不是摩西娜？摩西娜最不会装小孩子来骗人的，真的。像红衣小女孩，她其实不是阴灵，她是摩西娜，而且是在山上，这边在山上。那门会不会关起来啊？五郎吧，不好意思打扰下，五郎吗？哎呀，你们都值钱啊。靠背啊！哎呀，你们都值钱呢。可是我看到哪有？你看，全部都纸钱啊！该不是这钱吧？可是为什么没出纸钱？这法师有来过？我操！回答嘞！哎，五郎吗？五郎吗？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拍一下影片而已，有人在吗？你如果在的话，你出声我就离开。你是小朋友吗？打扰一下，五郎吗？五郎吗？
更不敢拍了，更会紧张了。哎，对不起哦，如果今天我来打扰你的地方，真的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有没有人在？他住在床边。靠背啊，真的假的啦？哎，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，我不是故意打扰你的。如果我今天有冒犯的地方，真的跟你说声抱歉。可姐，你看我看到这个窗户直接拉开了，可姐打扰。看我看到这个窗户直接拉开了，可姐打扰。我跟你讲，它该直接瞬间拉起来，超灵呆。不好意思哦，不好意思哦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打扰你的，对不起。哦，那个哥姐，你有看到他坐在这边的哥姐，他有阴阳，有阴阳那个，有阴阳眼的哥姐，刷一些。他是不是在这边？他坐在这边拉，有看到吗？可以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可以，我开一下眼。那个师姐有教我一招开天眼的方法，我开一下眼。点零零起，零零点零零起，零零太上龙筋老拳，零零开眼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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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。可以，我跟你讲，他坐在这边。哦，他坐在这边。没有，这我胡乱的啦，靠北啊。靠北，这是有点扯欸。你哪里来？就他之前。哥姐，我问你们哦，你们刚刚有同时看到这个窗帘直接关上去的，哥姐，有看到谁刷一些？卡了，靠北怎么马赛克？瞬间马赛克。刚才五句满格呢，还是要空拍？靠，要隔间靠近这个窗帘就有马赛克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这间啊，但是感觉这间怪怪的。不好意思哦，如果我真的有打扰地方，跟你说声抱歉。拍谁拍谁拍谁，好拍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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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不好意思打扰了。不小心不小心，哥姐，我们刚一开始听到婴儿的哭声，然后这个球就滚下去了。哎，那个球嘞？哎，球嘞？看球不见了。球嘞？靠背，球不见了！哎呦！球呢？不好意思，我要走了，我走。球不见了啦，球不见了啦，嘿，那我没有声音的呢。你看球不见了啊。球嘞？
不见了。刚我陪真的球不见了，我常回到。感觉有点恐怖呢。我操，会打嘞！靠背，我看到一个影子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打扰你的。好，如果要打扰的地方，看球的声音。他在里面玩球，他在里面玩球，他在里面玩球了。看，真的没有声音，真的没有球。我再去看一下。我看看，我可以看到一个影子站在那边，然后又突然消失。我不知道有没有拍到。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你的哦，我是那个小鸡叔叔啦，我也是，你可以叫我小鸡哥哥，小鸡哥哥听起来比较笑脸哦。那个叔叔跟阿姨是线上的那些哥哥姐，不是我，你可以叫我小鸡哥。靠，不要再打嗝了。球掉出外面没有？没有球啊！靠北，这边的、啊，这边的、啊。哦，球在这边啦，球在这边啦，但是他怎么滚出来的？他球怎么滚出来的？找回答案，我们再去看一下，搞不好球球又回去了。没有啦，没有球啊。我去拍笔记了，真的没有球，哥就跟你讲，真的完全一个球都没有。现在是要找球是不是？哥就会不会找到一个保龄球？超灵丹呀，原本这么小都变那么大颗，他引导症在，对不对？他这边是双人房啦，啊，难不成这些是双飞房？我说。哥姐，你们知道什么叫双飞吗？没有，比翼双飞，有听过比翼双飞吗？刚刚那个椅子不在对面吗？他不是被我吹倒了，他怎么在那边？哥姐，你以为这家旅馆只有一张椅子是？有两张嘛，你们不两狗，对不对？他怎么只有一张，对不对？不要装神弄鬼，大惊小怪嘛！瞧你们紧张兮兮的表情，是粉红色。他，而且我跟你们讲，我婴儿的哭声，那个球又不见了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而且刚刚小鸡拍到那个窗帘动，哎，那个窗帘是不是他有拉吗？可是我刚没有看得很清楚，他那个窗帘是动一下，还是他整个拉起来？是动那个窗帘是稍微动一下的，刷刷赞，是那个窗帘是整个拉起来关上去，原本是开的，关上去的刷爱心，我没有印象啊，他是整个关起来吗？如果整个关起来，那也太扯了，他怎么关的？靠，原来不是跟昨天一样。对不对？先找那个球啊！我是听到人在走路哎，不怎么讲，有那么脚步声，可有点紧张了，有点紧张了。可惜不要再想，可惜不要再想干话了，这边不能开玩笑。我讲真的，这边不能开玩笑了。靠呗，为什么汽车旅馆有木炭？该不会他这边 BBQ 吧？
完了完了完了 ，Barbecue！ 对对，为什么有木炭？该不这边真的是有安慰案吗？裴婶，我怕压扁你啊，不好意思。哦，有任何的委屈哈、哦，你可以不要跟我讲，因为我也没办法帮你，不好意思哈、哦，我来拍影片而已，拍谁拍谁，哦，拜托你另寻其人，哦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哦，通通不是我，哦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哎、欸，这边有人在施工哎、欸，这边施工啊，哎、欸，我超会打嘞，我的天嘞！超会打，给我被吓到！给他什么声音？给我被抓起来！你被抓起来，靠别呀！超会打，超大声的！大概离我很远。而且他该离我很远，现在那么近，他不是跟着我？有人吗？还是在下面？怎么可能啊！我吓死了！可惜拍水他刚才太大声了，我真的被吓到。这边有人来这边整理过了，你看都铺的差不多了，真的啦，有人在这边装潢了，你看这边真的是小木屋，用木头做的，真的。像现在很多阿纪有没有常常骂老公是木头？哥姐，这是屋顶哦，全部都是你老公做的，不是我说，怎么可能？对，你看。重新改建的，该不是这一间吧？好端端的，为什么重新改建？这里有发生什么事吗？你看，它重新改建的只有这两栋啊，我们该待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改建啊。还是谁哦？小妹妹还是小弟弟？不好意思，你在这边吗？哦。你如果在这边的话，你不要让我知道，因为我没办法帮你，不好意思哦，你找错人了。你看，他连这个瓷砖都重新铺了呢。这样会不会有失远迎？直接呛都不关我的事。你看，他这边都没有改建，他只有那两间改建，所以应该就是那一间呢，会不会？它有两间改建嘛，对不对？一个是车库，一个是房间，跟刚才的格局一样。而且我们靠近这个房子的时候又这么大声，我觉得应该是在这间呢。那为什么刚才那一栋有啥值钱？可不就很奇怪吗？这里隔壁这家汽车旅馆，你们有来住过吗？不是，我说这之前发生过什么事啊？你看它这边都没有整修呢。大吉母亲拱狼说觉得，呀，你简单啊，赶快到。不可能！啊，我操！都蛆啊！你看都蛆啊！去你那头啦，木头啦，靠腰！别紧张，没给你丢了。木头、木材啊，木屑啊！不要紧张，弟弟。哥姐，我们剩下这边。哇操，这边还有摇椅哎！该不会是那个
哎，可以进去。该不会是宝宝的那个声音在这边发出来的？拍谁哟？这边有东西，这边有东西。我靠！哎，地上有纸钱呐！地上都纸钱呐！有个人可以打药。这地上都纸钱呢！你看，沿着纸钱沿着过去。五郎吗？靠，里面有人。五郎吗？靠，外面好像下雨。靠，里面有人。我会怕，我会怕。哎、欸，来得有人吧？哎、欸，那个铁架整个走掉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拍影片而已。你是住在这边的人吗？看，我会紧张，等一下，我会紧张。好味道嘞！那个铁架倒掉了，哎呦，我操你大爷！可惜你有看到铁架倒掉了，可惜他要，有看到铁架倒掉了，可惜他要，那个蝙蝠飞来飞去啊！到底，五郎吧，外面下雨啦！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打扰你们的吼，你有人在吗？那边铁架倒掉，这门关起来，靠腰嘞！葛杰是这个铁架倒掉吗？是这个铁架倒掉的，葛杰刷一星，不是的，葛杰刷赞。葛杰帮我刷一下，我做个调查。新拍哪一间？新拍哪一间呢、啊？说爱心了，我这个底下倒掉了。新拍这个好了。五郎吧，不可能有人呐、啊！不可能有人呐、啊！拍谁哦？不是我愿意来这边的，我也不想来这边打扰你们。但是你刚刚这个铁架跳下来，你如果不掉，我还不会进来拍。你掉下来，我就一定要进来拍的。你搞我也是搞到你自己。你不想让我打扰，没关系，你就安安分分的，不要掉东西。但是我老实跟你讲，你这样子铁架这个飞下来，我不来拍，我就变得逼得我要来拍了。所以我也不是我害你的，是你害你自己的。你不要动，我就不会移不动。我不动，我刚才地下这个掉下来，我找回来有没有人？我去看一下。
别是蜘蛛丝啊，靠背啊，这个是蜘蛛丝。我现在每次都很紧张，你知道吗？超灵呆，这都蜘蛛丝啊，超灵呆，我会被误会。我今天，哎呀，我操！回答不是，我跟你揪嘴你啊啦！可惜这个是链子哦，是铁链哦，哦。不好意思哦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而且这链子，我跟你讲，超灵呆，不要再跟我说超灵呆，这新鲜线，我超灵呆。超灵呆，超灵呆，哥姐，我靠呀，这两个浴缸他妈就卡在这边，浴缸的塞子啊！人家会不会说我用铁链拉的？这真的是蜘蛛丝，我没有开玩笑的啊，这都蜘蛛网啊，这是蜘蛛网啊，你看。这蜘蛛网啊，那个母鼠呀呀！那我哥觉得我拍得非常仔细了。好了，看拍完了。啊，这边没东西啊。葛杰盖是这个铁架倒下来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倒下来的？猫嘛，以何铁杰是来猫。啊，这个门呢？这门怎么关的？要不要空拍？这个地方，你看地上都纸钱，你看。地上都纸钱呢。他沿着纸钱撒进来呢。撒进来，这门怎么关的？要空班吗？葛姐，我去门口等你们，因为门口在外面而已。我看外面有没有下雨，因为它滴滴答答。想空班的葛姐，摔一些。哎呀，葛姐超灵呆呀！中山高速公路出来了，看他会不会关。我觉得有点怪怪的，哥姐，今天小金没有办法陪你们了，加油，我先来照啊，好不好？明天扣我一起吃早餐美之城，拜拜。Lucky，Lucky， 我很 Lucky， 卡哇伊。
不好意思。哥，我该在外面看。他又开又关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好，不好意思，如果今天有打扰到你的地方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拍谁拍谁。好，不好意思哦，不好意思。哦，因为我今天也是无心之过。哥姐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门开个关关，我刚已经到底里面是没有人的。我等一下还会再进去拍，看到底里面有没有人，里面绝对没人。哎，出来吃鸭血的啦，不要再躲了啦，小帮手，我刚已经给你600块的时薪了。好啦，出来不要躲了，跟大家介绍一下啦。很多人都是不相信我独闯，这其实哥姐，我跟你讲，我讲真的，里面真的有躲人啊，好不好？出来啦，20000多个哥姐等你，你还不帅，跟你我要 introduce 一下，介绍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出来！哟，哥姐，小帮手第一天做效果啦，他可能不太懂，好不好？那想跟哥姐介绍一下我新的小帮手，跟哥姐看一下。不好意思哦，你看，我们该去看过好几遍了，真的没有人。哪有人啊？哥姐，半个人都没有。你看，后照镜，哥姐，360度，360度环境后照镜，完全没人。啊，门怎么动的？还是要这里有杠五？我寻啦，那是讲这有冇寻啦的话，你搞我吃麻辣鸭血同款。这都没人呢。还是他平常在这边玩飞镖，玩上瘾了，然后在那边玩门，会不会？哥姐，你们追踪小鸡的赖官方赖，小鸡以后开播的话，我都会从官方赖通知你们。官方赖是小老鼠 CHICK888。哦，哥姐，那这个一定要加入哦，小鸡的YouTube 频道，以后我小鸡都会转正到这边的，晚安小鸡的官方频道。这个是 YouTube 的订阅，记得帮我这个订阅打开。哦，你们到这个界面哦，帮我打这个订阅，打开，开启小铃铛。这个小铃铛一开呢，以后小鸡 YT 直播都会通知你们。